在台川的剑门生态回顾河有一条柳丁的蓬坑，每一年在这个时阵，一粒又过一粒的柳丁，那成熟都会让这蓬坑变了相当的美丽，甚至是有不少的新人会来这翕相，希望各位当讨一个好吉兆，添丁大发财，事事拢圆满。又过到了柳丁成熟时阵，但你这个时阵都有不少游客会来到这欣赏柳丁蓬坑。真侪游客对这条蓬坑都是感觉真水，有一种真浪漫的感觉。大人甲小朋友都是真介意来到这佚佗。觉得这个柳丁是要漂亮吗？漂亮啊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觉得它漂亮在吸引你的是哪边？就是隧道就有浪漫的感觉呀，很有浪漫的感觉。对，看到隧道就想到浪漫了。哦，无论是花还是果，一看到隧道就觉得很浪漫了。哦、啊，那个颜色漂亮吗？漂亮啊，漂亮漂亮。喜欢来吗？喜欢啊，觉得它漂亮在怎么漂亮在哪里啊？颜色吗？对啊，对啊，颜色很漂亮哈。嗯，对。恒祖大众游表示，柳丁蓬坑那是游客介意，另外毛真侪新人是真该来这翕相。又讲柳丁有一种甜丁的感觉，另外这圆圆的柳丁毛一种原本的感觉，一旦带来新人好心情，也够好运气。啊，我们真侪拄到真侪新人，伊是感觉讲，来这个柳丁卡。翕柳丁吼，会当取到这个柳丁的谐音。柳丁多冒甜丁的意思，啊，柳丁有一个宅，啊，都所以真侪迄个婚纱公司啊，是讲有真侪新人来遮翕相，伊取伊的谐音讲甜丁搁发财，啊，柳丁的意义，啊，迄卖人婆啊，卖解讲，柳丁意义事业后边大赚钱，啊，柳丁。完满，吼，啊，就合家拢完满，啊嘛，真侪人拄好因为，这个谐音的关系，啊，伫反正年嘛，请人，嘛请阮食真侪油饭，所以食到即马可能，几啊十块的油饭。一粒又过一粒金黄色柳丁，倒生伫个树仔顶，写形成这柳丁蓬坑的美景。柳丁变成了蓬坑，想要欣赏这柳丁蓬坑美景的民众。不用利用时间到这农园来欣赏这一年才能欣赏一摆的柳丁蓬坑。就是新闻科学员戴川报道。